Hey, 大家好，现在2021年的5月14日星期五的下午4:41天的了，注册了上晒，现在就站在这个大角咀，我是李根兴，正会商铺基金，望望楼上这个呢就是上晒，不知晒什么晒，什么东西都晒，摆在这里就晒，这里麻麻地麻麻地晒，这里旁边的什么都是五金玻璃啊，辣辣杂杂那些超级 cheap 的收购，不是收购，即是五金回收啊，那些废物回收地段来的，这里超级吊脚咯。就我初来以为大角咀会好一点，这一部分大角咀真的弱，咁样呢个呢个晒嘢啦，望望再望望楼上啦，咁我手上揸住呢个嘢，呢个系啊实德环球发展嘅，咁就咩西九龙啊，咩卓越啊，呢样嗰样啦，有啲嘢我影咗喺度啦，就 exactly 地址咧就系呢个大角咀道247号。exact 圖蹟我冇揸喺手啊，我攞唔到啊，咁所以咧地鋪咧佢稍微裝過下，咁啊我又唔敢肯定係邊嚿打邊嚿，總之我手頭上有嘅資料啊可能會錯啊，就係地下816尺，樓上一樓咧就894尺，成交咗3,546萬，咁呢個大角咀道嘅245同埋247号啦，咁啊地下呢個 shop A 連埋呢個一樓，但係邊嚿 shop A 會唔會有 shop B 定係咪成個樓，我搞唔清楚，所以我唔敢亂咁俾分。但我就覺得地位置就一般㗎啦，講真。不過會唔會側邊就重建之後又起咗點樣樣咁啊，更加型仔啲啊嘛？睇嗰度點樣啦？嗰邊係九龍殯儀館啊，我哋好似係。咁因為地位 OK 嘅，望住個球場咁，你想點啊？咁就唔係太差。咁個鋪呢個位置以後攞落嚟做火鍋店啊，做一啲即係前面要停車咁，我又睇得到點解有好多人會中意啊。對面咧有間嘅萬發海鮮嘅火鍋店啦，好大間嘅，我成日都經過，我成日都想去幫襯。咁啊，都幾好生意，我知道。咁呢啲我諗開緊大嘅貨嗰段前，可以停車又唔差嘅，咁唔差嘅。但係 exactly 邊個打緊球，我唔係好肯定啊。但係我睇到有個註冊咗嘅時候咧，我就即刻嚟去同你講講。總之加埋起嚟嘅時候咧，個建築面積咧，地下連鋪，地下就話800几尺，樓上就一樓，咁啊加埋起嚟咁就話合共建築面積1,200尺。哎，我唔知邊個打邊球啊。總之咁啦，簽約日期就4月23日堅噶啦，註冊咗噶啦。咁就上曬乜鬼曬喺度嗰度嘅，轉多轉啦呢度。買咁買低你就 OK 噶啦，3,000零萬咁大嚿嘢，地下連一樓，前面方便停車，又叫做懶係西九龍咁啦，又市中心。雖然呢橛嘅西九龍嘅時候咧，就近住呢個深水埗啊，呢個塘尾呢段嘅時候好貴，好 cheap 到爆，就 OK 啦。咁啊，3,000零萬貨色，唔俾分啊！我驚亂咁講俾錯分。見到各位買家貨，而家通常都係噶啦，買個大廈基座仲平過買樓上，希望呢個都係啦。各位買家，